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 Instancia Tour Brother 在 Yubalinda 的盘。那我们现在位于样板房的 Lazio 里面。那这个 Lazio 呢，它是一个大平层，没错，你听的没错，这个是一个大平层哈。那托尔兄弟的平层它有什么特点呢？那这一边的举架非常的高，那并且这个房子呢，占地面积非常大，是两万，这个小区的平均占地都是2万尺。那这个平层呢，前后通透呢，就是采光非常的好，那它的院子呢也是很漂亮。那这个小区整个样板房这一边呢，它都是有一些很漂亮的景色的。那这一个户型呢，它是，那这个户型呢，它是4到5房，4.5个洗手间，然后是4车库，5145尺的居住面积。那它的售价呢是220万起，并且它的样板房也有在出售。那这个小区以前呢还有一个 Olympico 户型样板房在隔壁，不过这个户型一出来呢也很快就卖光了。那目前在 Yubalinda、Tour Brother 的这2个盘，每个盘所剩的房源都不多，加起来可能没有20栋的样子。所以如果喜欢的小伙伴要尽早联系我啦。和3D 里面那一种平面的空间感受的是不太一样的。看这种大气的厨房，很漂亮的高举架，真的是在这里面都非常的舒心呢。Thank you.
以上呢就是今天参观 Lazio 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。我是 Mina，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，我会经常的给大家分享各种美国的房源信息，还有房产相关、会计相关、税务相关的知识，那记得多关注我，多来我的频道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